好，我是非正规实习生 Uni。 大家看到这礼拜有新活动最高指挥官的试炼，还有一进到活动关卡就可以看到场地是在仲裁部队，相信大家都不难联想到在这样的配置下，最终 BOSS 当然就是杰内罗。今天我们就来介绍一下这位 BOSS 吧。杰内罗是仲裁部队的最高指挥官，身处于部队最高位阶的他却有着不喜欢战争、希望世界和平的理念。就算西格玛不停地在他身边碎嘴，想要破坏他和人类还有非正规品猎人之间的关系，但是因为他有着绝对坚持理想的性格，所以他的信念一直都没有松动。一直到我们之前介绍卡尼尔影片中提过的天空谷坠毁事件，因为仲裁部队受到非正规品猎人的质疑，并且被要求要接受调查，他为了军人的尊严，杰内罗愤而发起叛变，也因此展开的仲裁部队大战。虽然杰内罗在 X4 当中是担任 BOSS 的角色，但是当他认知到自己所犯下的错误时，他勇于承担责任，选择牺牲自己来破坏终极兵器来保护地球。杰内罗虽然为了尊严以及保护部下而踏上了跟非正规品猎人的对立面，但他是一个非常善良而且负责任的指挥官。杰内罗有着非常高大的身体，他擅长使用双掌同时搭配了电磁炮来攻击对手，同时还能射出六道雷射飞箭让敌人防不胜防。虽然杰内罗可以飞行，但是因为他的身躯太过庞大，所以他飞不高，但是如果你不小心被他击中的话，可是会身受重伤哦。希望以上的解说可以让大家更了解杰内罗的出生背景，我们下次见，拜拜。